们今天的双簧管独奏者吴彩纯老师，他是大学保送辅仁大学音乐系，然后赴美国深造，为旧金山音乐学院的硕士，他主修双簧管独奏，并拥有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双簧管和英国管演奏家文凭，至今已经开过很多场独奏或是室内乐音乐会，也与许多知名的乐团演出过无数场的交响曲音乐会，也曾随乐团赴瑞典、芬兰、澳洲、美国、瑞士等国家演出。那《秋之独白》这首曲子是美国作曲家 James Barnes 为双簧管及管乐团奏的曲子。